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探索时间。这集到底在干嘛？就做个 highball 而已。好，我先爽一下。啊妈妈妈妈 ，psychosis。好，白粥不是今天的重点，今天重点是噔噔日本威士忌酒心巧克力 whisky 蹦蹦的呢。那它有什么特别的呢？这边会给个照片，它分别是后岸 Saloon Kamui。Yamazaki 18年，安吉不会念 The Fast， 七部 The Pitted 2018，又一期 Woody Balinik 以及 Tsunuki The Fast， 哇，全部都是日威，而且不是老酒厂的限定版，就是新酒厂的第一支威士忌，哇塞，这一定要让我来参搭一波的啊！我们赶来吃吃看吧。我们先来吃后岸 Akeshi。サロルンカムイ、爽やかな酸味から心地いいピート感、スパイシーな香りが押し寄せる。吃看，给他看一下哦，红色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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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做的很漂亮哦。哦，这是我第一次吃 whisky 蹦蹦酒心巧克力。哦，咬它开，哦，香味像 whisky 的，那个威士忌带出一点酸味，跟巧克力的 bitter 的感觉有。融合在一起，然后中间有点辛香的感觉，再搭配我们这个啊白粥啊，洗刷一下口中的气味。那哪招啊？什么东西啊 ？OK， 哎，糟糕，它这个排序有点错哦。这个山崎跟无敌巴尼古好像不太一样哦。看起来下面才是山崎，上面是鱼市。那我们再来是鱼市吧。刚吃的后岸是在北海道的威士忌酒厂，后岸这个地名它位在北海道的右下方。那接下来吃的鱼市就是位在小樽，再往西北方一点点。那有兴趣的话可以观看我上次的鱼市影片哦。啊，头里来，头里来，哎，啊，头，啊，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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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它长得像这样，很可爱吧？可爱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啊。啊，虽然我之前有发过一篇鱼市的 Woody and Vanik 的品饮笔记，跟这巧克力比起来，它缺少了一些木质的调性，反而就比较多它那个海咸的那个泥煤感跑出来。我发现其实泥煤味跟巧克力我觉得是蛮搭的哦，反而是说其他的风味可能会被它给盖过去。啊啊，五妈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吃吃看安基的 Fast， 安基蒸馏所，我记得我在一年前的啊，两年前的威士忌嘉年华影片中有提到。那最近呢，他也出了他第一支的威士忌 The Fast， 而且呢，还有 The Fast Peated 泥煤味的。那这个是 The Fast， いただきます。これね，这盒要3000块啊，还要再加运费，哇，不便宜啊，是限定商品。噔噔，长这样。可爱，可爱，哦，我靠，十月新酒味，哇哇，这个新酒味有点重。现在日本的新兴威士忌酒厂的酒，一支都难求啊，怎么买啊？拜托，莫名其妙呢。好，再来，我们来试试看，七七步打屁的多，你胜酒好几，等等，可爱。是我舌头坏掉了吗？没有威士忌的味道，代表说它跟威士忌融合恰的好处。致富很厉害哦，致富还有用威士忌酒桶所做的咖啡豆，不晓得是在哪个环节有用到这个橡木桶就是。不过实在让人很有兴趣啊，因为我也很喜欢咖啡。好，再来我们来试试看 Yamazaki 18年，山崎18年，它带很多雪莉桶的气味，所以呢，想必它一定是融合的很好。但由于山崎的18年的价格实在太高了，所以我也很好奇它到底会用多少的比例去做。いただきます。那这样子，全黑的。哦，果然没有很直接的 punch， 它那种葡萄干的气味很明显。好啦，最后一个金罐 The Fast。这长得像沙龙龙康姆耶，我到底吃了什么？好吧，看照片就知道我到底吃了什么了。いただきます。
你要约？该不会我搞错了吧？从头到尾都搞错了。叉赛、绕赛，我该不会放反了吧？呀呀呗！呀呗！哇，放松事故，完全就是放松事故啊！没想到居然应该是放反了，我想，嘛，不过这不是认真在赢，这是普通的餐酒搭系列，大家原谅我。すいません。こんにちは。里面はチャンネル、グッドボタン、インスタグラム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拜拜。